观众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 IAOTV 速成美食家栏目，我是主持人天龙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济南市最有名的美食一条街，在这条街上最具特色的当属农夫土菜馆了。农夫土菜馆是咱济南市首家土特色餐饮服务机构，多年来凭借其优质的服务、美味可口的饭菜，更是受到了广大顾客的青睐。然而在农夫土菜馆众多美食当中呢，京酱二代特色铁板回鱼一直深受广大顾客的追捧，更是有不少食客慕名而来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摄像机的镜头走进农夫土菜馆，感受喧嚣的城市中那一丝宁静带来的美味吧。潘经理您好。在济南美食街啊，咱们农夫土菜馆是相当的火爆，不仅在装修风格上凸显了农家特色，在环境上也是十分的讲究，不管中午还是晚上都是人流不断，熙熙攘攘。那潘经理您能分享一下咱们的经营心得吗？首先在环境卫生、食品卫生两个重要的环节，我们的要求都非常的严格，食品都采用的是无公害食品，同时为客人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，让客人感到像家一样。精美实惠的菜品，无论是商务宴、家庭聚会、朋友聚会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尝遍佳肴选土菜，首屈一指是农家。好的，谢谢潘经理。一个火爆的餐馆和美味的佳肴都离不开师傅们精湛的手艺，那接下来看一看土菜馆的师傅们为我们准备了怎样的惊喜呢？好的，站在我们身边呢就是咱们农夫土菜馆的鲍师傅。鲍师傅你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鲍师傅，在大家常去饭店点的一个菜啊，就是咱们的京酱肉丝，咱们店主打的是京酱二代，请问这个京酱二代和京酱肉丝在特点上还有做法上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京酱二代在以前的京酱肉丝的基础上改良，肉丝讲究粗细均匀，以前豆皮是卷着吃，现在我们直接把小葱卷好，改刀摆入盘中，这样此菜看起来既美观，吃起来更入味儿。首先选取新鲜里脊肉350克，均匀切丝放入盘中，选取鸡蛋一枚，去黄取青，加入少许淀粉搅拌均匀，将事先调好的里脊肉放入热油中匀速搅拌，待肉的颜色略黄后取出，抓取少许葱姜蒜煸锅爆香，加入甜面酱15克，老抽0.8克，高汤80克，味精0.2克，糖0.4克，鸡精0.5克。将煸好的肉丝倒入锅中，加入生粉0.4克后，翻勺搅拌，并淋入花椒油少许，即可出锅装入盘中。到这儿，一盘色香味俱全的京酱二代就完成了。好的，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彰显时尚、装潢考究的二楼商务包房。如果您想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美食，又想有一个安静的环境，和亲朋好友唠唠家常，跟合作伙伴谈谈生意，农夫土菜馆当然是您的不二选择。本店一楼的零点大厅是亲朋好友小聚一餐的最佳场所，大厅装潢凸显农家特色，让每位来到本店就餐的客户都能深深地体会到醇厚的农家风味，给人一种身处农家小院的感觉。如果您想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，大可不必跑到偏远的乡村，咱济南的农夫土菜馆就能满足您所有的要求。好的，这一期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速成美食家再见。